别们说那个直升机家，我也没知道那个叫什么，但是得遮起来。 喜欢的话，可以点关注啊，我都会传的。
你们听上去是什么感觉啊？好像没什么感觉，什么感觉？丝袜的话，应该会丝袜。更丝滑，
能会加班。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啊，然后飞机或者十二级粉丝牌的话可以进悄悄的桌面群啊。喜欢的话可以支持一下哦。今天难得有希望过四星，还差一点点，哦不对，还差很多，480，谢荧光棒。
好了哟，晚上好。啊，跟猫没关系啊，跟猫没有关系哦。错怪他了。晚上好，哥们。喜欢的话可以打个拍子。会不会节目有点少啊？感觉节目有点单调了呢。
小偷，捡完之后。吃一个棒棒糖吧，有想听吃棒棒糖的吗？吃个糖糖，吃个糖糖好了，哪里呀？举报！举报！举报！把他他妈，把他举报死！吃个棒棒糖哟！那个棒棒糖会不会太大了？小我，直播，我不是一直都在吗？如果放录像的话，我会发两个录像的表情啊。喜欢的话可以点关注哦，好好好
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啊，飞机或者十二级粉丝牌的话可以进助眠群啊。应该也不会呀、啊，谢荧光棒啊。
睡觉呢？对啊，直播啊，直播哟。喜欢的话可以点关注啊，喜欢的可以点个关注。手法太好了，有吗？还好。只能使出我的
二蛋白，还有柔儿吗？你们的耳朵了。尴尬住了，有点尴尬，对不起。重新来。
该都睡了。喜欢的话可以点关注啊，喜欢的话可以点关注哟。
上好。就是丝瓜，就是那个洗碗的那一个。晚上好哟，晚上好。感觉有点黄。晚上好。感觉加班的话也过不了四星，都睡着了。是啊，有就真的有点黄。
这灯光可能不太好了，调一下。这样又没有血色了。我说这样会不会很白呀？感觉好像调不好了。咦，办卡的话，就是卡牌正在调整哦。这样应该就可以了，有点辉煌。晚上好哟，谢双染的花束。什么忍不住啊？睡觉啊！
去睡觉一会儿班吧。看看能不能过一下任务，喜欢的话可以点关注，点关注。对呀，现基本上这个点的话都没什么人了，我都有点饿了，但我手机不知道去哪。
去拿下我的手机。关注了。
想不了，有点饿了，有点饿了，坚持不下去了。下任务的，好痛苦啊！看来早点休息啊，晚安。